各位朋友哈，各位贵宾哈，今天也就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台湾社所举办的这座谈会。做些台湾些小友哈，有对中国来，有对家人来，拢有哈，这都想。台湾社要举办这次研讨会、这讨论会啊，主要的原因，第一原因是讲，因为今天所举办的这四个主题哦，是目前台湾上严重、上迫切、互人足关心的问题。所以台湾社来举办，希望透过这四个主题来了解讲，即马马政府是做安怎，马政府所做的有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思，我是咧第一个目标。第二方面就是讲，这洪仲丘案其实牵涉到军中人权的问题，而且大埔案呢、牵涉到土地财产权的问题，而且这个公投啊，何氏公投，一些喊人民生命跟人民参政表决、自由表决意见的权利加倍。服贸嘛，其实牵涉到咱台湾的工作权、生存权跟国家安全问题，所以这四个问题当中就牵涉到台湾很重要的人权跟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的问题。站在马英九政府或者马总统立场，也应该要照顾台湾人民大众的福利才对。但是最近的发展来看，其实马英九政府都不是站在台湾的立场，而是站在他权力的掌控以及跟中国的关系上来思考问题。所以造成台湾这样问题很严重的啦。所以我们今天来邀请四位就是用以这样的，我先来先介绍一下我的杜秋平、施庆明教授，他是环保联盟创会会长，长期来伊对台湾的环保运动，对核四公投，就是尽心尽力，所以对咱请伊来讲。另外，徐志荣教授，即马有过关上台，看到了吼，有人看了吼，因为大埔的事件吼，结果伊个反应就抗议时，还有警察来抓伊判，抓伊了，见到污蔑他，讲伊是主动去的。另外这位吴立雄律师，即嘛洪仲丘案的律师团，伊拢是免费的家己正几天的方式免费来帮助这洪仲丘的这個案件的，律师团上重要的灵魂人物啦，接下来也讲，对洪仲丘即嘛军事检查署一点检察官已经起诉啊，起诉到底下级立不，还是疑云很多了啊！一定要来说明的。比如戴宗强叫律师哈，对两岸协议哈，那个这团体的这些负责人最近对服贸协议出来做这的，伫七月几日哈，伊来伫迄个立法院边啊来办一场哈，因暗时集会来说明讲，到底服贸协议是不是对台湾会影响多深的。所以今嘛，即下爱来请伊讲。因为咱就照这个咱的定处了吼，先来请施信明教授来讲吼，来请。咱来对接着吼，伊要放个 PowerPoint 的。